昨天放的这个笼啊，有没有鱼了啊？你们看，我们今天来看羊，看一下，哇，有这么大条，哇，你看，哎呦，做美食了，家人们，一下拿去做美食啊！下一个视频把它做成美食，你看，在山上就做了山上的山清水秀的美食。撒在盐巴，撒在拿蒜，加在辣椒，放在性感的小葱花啊，开吃了啊！